代代木、二丁木。着陆特异点，好，马上就有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家伙了。反正推关的话，好吧，推关的话就肤浅吧。赖光也很肤浅。然后这边应该可以带一些二属性的从者吧，可是我不确定哪些人是二属性的。啊，他是二属性啊，他也是吧。哈哈，属性也没写出来，好吧，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二属性的。这样没有二属性，他会有加成吗？好吧，试试看好了。哦对哦，可以有过滤哈，我都忘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有过滤这个方式，对，有过滤这个方式，差点忘了。可是他资料没写出来之前，我不确定有没有。嗯，他真名没有写出来之前都不会有。欧努西，醒醒啊，狱主啊，应该是狱主吧？快醒醒，马修！对，都忘记可以切换了。对，又在半空中。对，每次我们转移到哪里都从半空掉下，救命啊！快救命啊！怎么可能？转移的时候，前去的从者被弹飞。现在 DA 旁边一个从者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快把狱主叫回来！不行，特地点的速度太快，只要还没修正时代就无法回归。我会尝试，但是撞上地面是来不及的了。Masa， 不行了！拯救坐落的少女，这应该是少年的职责，也就是 Boy Meets Girl 的故事啊。随后，你就会一边与对方打情骂俏，一边努力奋斗，修正特异点吧。咦，斯巴拉西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很遗憾，救你的既不是真诚的少年，也不是美貌的少女，而是一个形迹可疑的胡子大叔哦。啊，总之谢啦。哎呦，没想到这种情况还能先道谢啊！看来你要不是懂礼貌，就是缺乏认清现实的能力吧。我就祈祷是前者，我们好好着陆。哦咻，哎呀，对50岁的绅士而言啊，这次救人还挺费劲的。不过计算丝毫不差，嗯，啥苏搞我嘞，真不愧是我。好了，你四肢健全吗？脑子、神经、骨头呢？嗯，安喏。哎呀，喜之类的，失礼的。我打烊啊，您的视线未免太无礼了。不过我就是个枯瘦老头，你就当作被机械检查就好了。最重要的是肉体平安无事与否。好，没事就好。就是说，欢迎来到地狱，加勒底的狱主。嗯，地狱？你看，看这座城市的惨状。这根本就是世纪末吧？这个是世纪末好吗？你少骗我了，不要以为我没有看过《北斗神拳》啊。这个是魔术使、魔兽、会动的人偶，还有雀蜂的军人。善人几乎都死光了，只有特级恶人才能活下来的是真正世纪末，与外界隔绝的监狱都市啊。还好是监狱都市，不是监狱战舰。嗯，我是说，比如说，刚好那个战舰是用来关人的嘛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样，好，没事。
魔镜、魔箱以及令人厌恶的恶都。此吧，也就是我们将这里称作隔绝魔镜星宿。隔绝魔镜，新宿。看来揭露星宿第一个秘密的时候已到。哎呀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秘密啊。来看那边，都走。啊，日文版哦，文本日版，对啊，那就不是2016啦，那就是台版应该就改没有。2016是结束时间，所以台版要改2018，所以我刚就讲文本那边应该是改2018才对。这是墙壁吗？就像乌鲁克的墙把星宿区包起来。 So 就是墙，星宿被这道墙彻底围住了，谁也不知啊墙外如何，也无法进行任何通讯。虽说在人力烧穴时全都烧掉了，星宿区以外全部无法分析啊，但根据士巴的观测啊，与星宿相邻区域的零星痕迹外侧和人力烧却特一点的外围相同。哎，打扰一下，西侧的那个塔是什么塔啊？那个还有那种建筑。喂，那边那位看似从者的，你知道那什么吗？那个相当于啊你们对抗敌人的大本营，可惜的是现在不是能去的时候。你想吧，在 RPG 里面不就证明了通往那种塔的路多半是蜿蜒曲折，几乎无法抵达的吧？道路是断的吗？那如果从建筑屋顶跳过去，很遗憾会被从者击落哦。从者，你到底是谁？是啊，差不多该告诉我们了吧？なるほど、そうですね。根据至今为止的尝试，或许应该报上真名才行。但请记住，狱主啊，从者原本就是会隐藏真名的存在，因为真名相当于暴露自己的弱点。越在神话中有名的无敌英雄，越有明确的弱点。神话有时就是剧情需要的凝聚体，越强大的怪物越容易被消灭。所以在一般的圣杯战之中，我们都以直接互相称呼。然而话说回来，听说在那次的人力修复却不允许你们这样做。毕竟狱主如果慌慌的下令说什么阿卡负责攻击，阿卡负责回复，阿卡负责防御，这种话只会导致情况越发混乱。会这么做也难怪，阿卡表示干，都我都我。但是这个特一点，暴露真名可能会致命哦。わかってるか？啊，就什么，明白了吗，小姐？为了交流，我只把直接告诉你，但真名我还不能说，希望你能接受。好吧，那你的直接是，切换速度真快，这也是判断力优秀的证明。那我就将我的直接告诉你吧，以及为了成名为张友名词，顺便缩小的范围，我的直接是阿卡，也就是新宿的阿卡，新宿的阿卡，我是被这么称呼的。当然如果只叫阿卡你也不会混乱的话，我无所谓哦。范围好小哦。好小，充满了当地感呢。我也这么想，但我后来乐观觉得这至少比东京的阿卡好多了吧。你想啊，如果换成东京不就很像甲子园代表了吗？东京的阿卡连续13年赢得圣杯战争，优胜威风凛凛的帝王登场之类的。如果啊叫个什么六本木的阿卡，你不觉得看起来就像一个牛郎老爹吗？所以总之我就是新宿的阿卡。就这样。还有北投的阿卡嘛，好哦，我也可以当个北投的阿卡。那我们差不多该下降到地狱了吧。不过居然是阿卡呢，我本来啊还以为您是 caster 呢。小姐，您这是独居慧眼。我的邻居也表示啊，你本来不是 caster 吗？不过那算了，这个问题先不管。总之我是阿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居然是1999啊，也不用再等恐怖大王安哥鲁摩亚了。只要把散落在各地的破坏兵器聚起来啊，世界就会毁灭吧。当然不发生这种事也很正常，根据计算总是如此。
若不借助巨大存在啊，世界毁灭是痴人说梦，只是妄想。但现在的世界小到能收入一掌，这样或许更令人愉快。每一个人都有毁灭世界的可能性，只是何等的……离题了。哎，从你的发言来看，你怎么想都是反派吧？还有你这个近代风格的服装，又是 caster。喜拉奈，安格尔摩亚，就是那个凯罗罗军曹里面他的那个叫那个凯罗罗叔叔的那个，就是1999年的那个叫什么恐怖大王啊？你不知道吗？看你们现在人都，看你们现在人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1999年的恐怖大王了吗？可恶！看虽然已经2018年了，你们居然不知道恐怖大王，我好伤心！这在当年是多有名的故事，千禧年的恐怖大王啊！哈哈，瓦路易，抱歉。总之这不管了啊，狱主啊，建议你先向后退个两三步吧。是网子？该死，打偏了。这是钢丝网啊，敌对从者。没事，那、稍微等一下，小姐。机会难得，就算为了了解这个地方变什么样，也留在这儿吧。可是我会帮你们的啦。但也可以说，正是为此才救了你啊！打个比方，就是求职的自我表现吧。哎，铁妹，找到了，卡卡的可以过来。哦，真是个好女人，人家好好欺负欺负呢。哎，这不是普通的小混混，居然有魔术？是1999年的人吗？正是各位，他们不是普通的小混混，是在地狱活下来的魔术师。没错，为了在星宿活下去，人类不得不邪恶。善人不是被欺负就是被杀害。这边只有混沌，杀了他们，只要是没被污染的尸体，就能高价卖给死灵魔术师。来吧，加勒德的狱主，在这个罪恶蔓延、没有惩罚的世界里，你究竟会为我展现出什么呢？当然，一定会变得十分有趣吧。最恶魔西洛伊的，撒来下指示吧，狱主。哎，1.5章就是你带的二属性才会加成，有带的才有，没带的就没有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去拿个水来。黄大公是不是二哦？好像是吧，我记得是，打得死吗 ？OK， 其实我有点怀疑耶，我记得狂蓝丝好像大概就3万那边，3万4万，对啊，对嘛，有人说啊，中文版第一张回忆的文本就是2018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，2018年就是2018年，没有，啊，第一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敌人有没有全吃？我记得大部分都有吃，大部分应该都有吃。啊，枪大公是善什么？居然枪大公没有恶哦！啊，枪大公是对恶属性的，对恶属性。对啊，跟刚古雷夫很像，没错啊。可是刚古雷夫是看了胃好痛的动画，我再也不想看了。虽然它本来是游戏啦，敌人全部击破，辛苦了狱主。马修，打扰一下吗？关于那个星宿的阿卡，你对他的真名有个底吗？没有诶。我是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，对于自己关于从者的知识有自信是屈指可数。可是那个人和哪个人都对不上，无论是在阿卡的范围还是在 Cats 的范围，总觉得存在了一些偏差。对，我也有同感。那个人该怎么说呢？不论真名啊，连直接都是伪装的。确实，比如说，虽然可能把 Saber 误认成拔萨卡，但是把 Caster 误认为是阿卡的可能性很低耶。而且那个战斗风格，
我也很在意。使用子弹的阿恰，虽说不是没有线索，但还是不合啊。总之，我们继续进行调查吧，但是要对 MK2 保密哦。知道了，我会继续调查的。可是枪大功毕竟是单体啦，效率还是有差一点。对啊，枪大功毕竟是单体，子弹，因为我刚没有让他攻击，所以没有看到他是子弹。Damn it！ 我摸的可怜，多么标准的杂鱼台词。我的，结束了。哎，安安，哦，以这个年龄被召唤，哎呀，打一场都觉得老了。不是以全盛期的状态被召唤吗？哈哈哈哈，そうだ、そうだろ，没错，恐怕现在就是我的全盛期吧。实际我状况也不错，那挥个几下这个棺材也能命中。现在的状态就是全盛期吗？是哦，可爱的骑士陛下，阁下。关于我全盛期的年轻瞬间记忆都失去了。不止如此啊，令人头疼的是，上了年纪之后的记忆也很不鲜明，相当多的部分存在缺损。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儿呢？为了正义吗？正义，正义だろ。不过触动我内心的，难道会是正义吗？就算你毒忌会也要有个程度啊。总之阿恰，情况稳定了，我想和你谈谈，可以吗？好。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，知道这星宿是怎样的地方，以及归根这里到底什么才是特异的，如果历史真被扭曲又是哪边。讨论之前，我们先做个交易吧。我会告诉你这座都市的真相，不过作为代价，你要支付我报酬。你要领薪水？不是，你应该支付的是信任，信任我的话语与态度。在我的人生中，值得绝对信任的东西是独一无二，而那个不是你。你能够信任我吗？好，我想相信你。不是不信，而是想啊。一的，好吧。如果你刚才毫不犹豫的回答相信，我一定会转身回家。各位有没有这个？就是让人家很肯直接跟你说我相信你，或是人家就跟你很肯定的说话的时候，大家就要怀疑了。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肯定的东西，过度的肯定啊，只是更加令人起疑罢了。虽然我并没什么家哦，庄母虽然让人特生气，不管怎么说，无论你或我都还没有信任对方，但可以妥协的底线还是能找到的。不能让星宿再这么下去了，不能放恶邪热如此邪恶下去，这一点我们是同样的吧。一打好，那么我会为了让你能被你信任努力，你就向我证明你的力量吧。证明克服七个特异点，率领从者的世界最后也是最优秀的御主的实力。现在开始剧情都很长啊，其实第六、第七章之后剧情都超长的。擦月三角日，唐泰斯的记录。直截了当地说吧，在这里是无法贯彻善的，因为存在于此处的善太过于脆弱而不可靠，相互协助不可能。那除了依存，别无他法。依存把一加一藐视为零，因此恶会拒绝善。瘦弱如幽鬼的猫挤出最后的力量，啃食狗的尸骸，其视线凶狠到仿佛会射杀所有靠近者，在一旁伺机捡食物碎屑的老鼠都不敢靠近。人类靠近打死了猫，企图将猫跟狗一起狼吞虎咽的吃掉，而鼠群则看准这个时机，成群结队涌了过去，最终三具骨架混在一起消失无踪。恶不仅会吞噬善，也会吞噬恶，善恶会平等地消失。要在这里活下去，若非有强大的力量，就必须作为意志统一的个体存在，全体存在。麻烦的是，就算想装成融入团体，对我来说也太难。好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星宿的调查很顺利。虽说这与我被赋予的星宿知识不同，但外部，构植都市的前提倒没什么差。
本来是大楼，现在崩塌了；本来是住家，现在变残骸。但是，只有那栋建筑物并非如此。大楼是什么呢？对，你讲人话好吗，大哥？我真的听不懂，明明你讲的每个字都是中文，但是你连起来我就什么都不懂啊。擦月圈日，唐泰斯记录，确认加勒底的来访，确认同行者，不得不做出状况极其危险的判断，那是发自内心的邪恶。我理解那人，那人原本就是这样的生物，生来只知道瞧不起人，不懂喜爱他人。因此，那个同行者一定有某种莫名的恐惧，能肯定只有这一点。要是一旦知道我在行动，他会有警戒吧。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谁也不知我在这里。我们仍在猜测这个特异点是否因巫术而产生，或是不对。从开始到最后都是极为严谨缜密，与他相关就只可能是这样。好，这样就像是了吧。大鬼，真的求求你，师爷给我翻译翻译，刚到底他讲了些什么呢？对，严哭王这一辈子永远都是讲一些听不懂的人话。后想，